Hello， 我係 Ellie， 今日我會用 Perry Perra 同 Disney Frozen Crossover 嘅限量彩妝產品為大家示範公主 Anna 妝嘅。咁啲 product 咧就會喺紫蓮屈臣氏獨家發售噶啦。動畫 Frozen 魔雪奇緣兩位女主角風魔全球，緊接呢個熱潮 ，Perry Perra Crossover Disney Frozen 推出彩妝系列，包括眼線筆、眼影、粉餅、唇彩、甲油。Frozen 嘅 fans 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入邊嘅女主角啦。要好似公主 Anna 擁有完美剔透嘅肌膚咧，我哋就要用 Perry Perra 嘅粉底液啦。好，我哋由粉底開始。咁我哋會用 Perry Perra 嘅粉底液啦，由額頭開始，成面均勻掃上。喺暗瓦嘅地方咧，可以上多一層嘅。跟住我哋用 Perry Perra 嘅粉餅嚟定妝。全面上一层薄薄嘅，喺易出油嘅地方，我哋可以上多一层。完成底妆之后咧，就到眉。我哋首先用眉粉勾画出眉形，然后用眉笔由眉峰开始到眉尾勾画佢形状。眉笔可以令到眉形咧就更加之仔细嘅。最後我哋可以用眉 gel 令到眉色變得淺一啲，就會更加自然啦。橙啡色嘅眼影咧特別適合亞洲人嘅，咁 Perry Perra 嘅眼影入面咧有摩洛哥堅果油啦，會滋潤我哋眼部嘅肌膚，另外有珍珠粉末咧令到眼影更加有閃耀嘅效果噶。去到眼影部分，我哋會搽上珠光顏色。然后在眼窝的位置扫上橙色，最后在眼尾的位置扫上啡色，令到对眼更加之立体。然后到眼线的部分，我们会用 Perry Perra 五色的眼线笔，跟着我们会用它的 Have to Play 黑色来画眼线的。佢嘅筆狀眼線筆咧就會防水同埋防油啦，而且筆芯好軟，所以好方便我哋畫落敏感嘅眼皮上面嘅。完成眼線就到睫毛啦。首先我哋會夾邊啲睫毛先啦，然後搽上 mascara。為咗令對眼咧更加大咧，我哋會黐上假睫毛嘅。今次我哋選擇咗一根一根分明嘅睫毛，咁就可以令到眼睛又圓又大。去到下眼線嘅部分啦，咁我哋咧首先會用啡色填補咗眼尾三角嘅位置，然後用珠光嘅顏色咧打亮眼頭。跟住就可以搽下睫毛液，喺苹果肌扫上粉红色嘅胭脂，就会有甜美嘅感觉啦。Perry Perra 嘅唇彩颜色鲜艳，而且含有玻尿酸滋润嘅成分，但系冇黏腻嘅感觉。唔怪之得有唇妆专家嘅美誉啦！我哋今次咧选用咗橙色嘅唇彩，想令到成个公主妆更加完整咧，我哋就会搽埋指甲油嘅。今次我哋就会用到有闪片嘅粉紫色甲油。咁如果你想用其他颜色嘅话咧，亦都可以用同系列嘅其他颜色沟出嚟噶。今日嘅示范完成啦，大家都试下啦。